啲是非啦，啱啱啊，由先啊林康正喺咪後咧，喺度直斥啊某個人係二線都不如。咁但係其實，喂呢、這個嗱，我冇聽佢節目啊，嗰個某個人，嗯、其實呢個係純粹係你對佢同佢有私怨咋係嘛？冇私怨噶。喂，佢啲 rating 唔低喎，但係有幾萬噶喎。係啊，唔錯啦，係啊。咁屌，咁點解你話佢連二線都不如咧？因為我最怕啲失敗主義，即係散播失敗主義。O K。咁咧，近來咧兩個人咧做得唔錯嘅，以前同我做節目啦。一個咧就趙博，一個咧就于飞，佢哋兩個都唔錯喎。即係作為職業嘅 KOL 咧，阿趙博咧已經相當成功噶啦，個收入咧就多過教書好多嘅。其實發現係咁啊，于飞咧就跑緊上嚟，于飞就跑緊上嚟。咁我都老懷安慰啦，係嘛？咁咧呢一個就係佢哋兩個去到二線嘅人噶啦，即係去到呢、這個成日都有七八萬 view， 即係呢啲咁嘅係去到二線的 KOL 噶啦，咁